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agan。真的觉得我最近对于这款游戏的玩家素质真是，越来越失望。那我昨天呢就遇到两位玩家，他们一进来游戏呢就开始在抢这个打野的位置，两个人呢都互不相让，结果呢其中一个玩家抢不到的玩家就直接一进游戏就直接挂机，另外一个抢到打野的玩家呢他就一样一开始呢就直接挂机，然后开始跟队友互嘴，然后导致说呢我们另外其他三个人哇完全。游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玩吼，然后他们两个呢表现的态度就是觉得我是没差，我不差这一颗星星啊。可是呢，我并不这样觉得啊，其他三个人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当下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情真的是蛮不开心的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在 S 牌呢，在目前的 S 牌，你想要单排拿到星星真的是超级困难的，每个人都跟怪物一样强啊。然后我们其他三个玩家就这样平白无故这样遭殃了吼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要说的是，这是一款真正的战争游戏。哦，没有啦，这是一款团队游戏啦。希望各位呢多跟你的队友来做沟通，能够呢更容易赢下胜利哦。影片到此为止喽。如果各位喜欢 Gary 的话，你可以透过 YouTube、IG、Facebook 来追踪 Gary 哦。我是 Gary， 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